同 Henry 而家读紧阳光中学，已经做咗两年嘅同学。期末考试嘅前一个月，你发现 Henry 比平时变得更加安静，仲成日一个人留喺课室入边。但系为咗温习考试，你就冇多太理佢。慢慢咁样 ，Henry 就更加忐忑不安，仲要几日唔翻学，你就开始紧张佢嘅日常生活，同埋为佢嘅精神健康感到有啲担忧。所以你就决定考完试之后，你就会问下佢究竟发生咩事。